Unit 3, talking about nationality and hometown. Text 2. 一, 问国籍和家乡。你是哪国人？我是日本人。你来自哪个国家？我来自美国。你是哪儿人？我是北京人。你的家乡在哪儿？我的家乡在上海。二，谈城市。中国在哪儿？中国在亚洲。China is in Asia。北京在哪儿？北京在中国。纽约在哪儿？纽约在美国。你的家乡在哪儿？我的家乡在北京。三，猜猜你的同学是哪国人？你是美国人吗？对，我是美国人。你是美国人吗？不是，我是澳大利亚人。澳大利亚人 Australian。 真的？我以为你是美国人。 Really, I thought you were American。 你是哪国人？我是中国人。你呢？How about you? 我是韩国人。谁是中国人？小丽是中国人。四，找同乡。同乡 people from the same hometown。 同乡 people from the same hometown。 大龙是哪儿人？大龙是波士顿人。大龙在波士顿出生。大龙来自波士顿。大龙和美善都是美国人。大龙和美善都来自美国。我叫大龙，我是美国华盛顿人。华盛顿 Washington。 我叫大龙，你叫小丽，他呢？他叫小明。我是美国人，你是中国人，他呢？他是韩国人。我是北京人，你是上海人，他呢？他是南京人。